开始羞辱他。啊，终于可以开始了，羞辱喽，羞辱喽，羞辱喽，耶！所以你那只宇宙的正在用天王球装，大师球装吗？我在考虑，不过应该是不用吧。然后高等再找他就好。然后我很不小心的忘记，哎呦，又怎么了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的真妹都会跳一下？因为你跟他的爱心有三颗的。哦，有这种事就会变，加油，他就会跳了。对啊，你跟他四颗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战斗完的时候摸他，摸。哇！我忘记我上次是用什么招把他打到残血，月亮吗？不是吧？妖精不是克隆吗？对啊，揍一下会不会死？就揍死他了，会死吧？会痛。哇！这哇！他好凶哦。攻击速度，攻击跟速度，有人在帮我，我不知道那是，又飞上去，又飞了，他速度这么快啊，快，我换一只，没中打他，用这个，我记得这个超不痛，有没有？打宝啊，几乎没有扣，那我可以先睡他吗？他睡得着吗？可，我们上次没有睡他吗？有吧？哎呦，有啦，痛哎。有一点痛，我带着神条会不多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因为我想说，既然是夜空座跟那个什么，待会奇奇师都要抓起来的话，不知道指导夜，不是，就是他们如果两只都要抓的话，我就带了两个空格。嗯，耶，还是水，噗，结果命。麦安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不用，直接抓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会死。我用什么？我的虫虫球呢？这个网纹，丢我，丢了，丢了，羞辱他。他的特性要什么比较好？加攻击啊，还是加特攻？哇塞，中了！哇塞，不愧是虫，一下就中。他真的非常甘愿的进去。对，没有错，一下。天哪！等一下，声音有不是有点小了一个？取名，我们上次取什么忘了？取绿毛虫的日文名字后面一个爱心。真假的？好啊，那可是我忘记绿毛虫的日文了。我去查给你。好，麻烦。聊天室有。聊天室有哪里？记得是圈圈哦，那一个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交换一下那个，交换一下聊天室的顺序，这样看起来下面比较有在跑。你们看到的聊天室左上会是上半部是主台的，哦，想说哇塞，怎么会这样子跑？然后下半部的是，对，下半部的是哪？个性是胆小不会 ，Skybug， 有记得后来不是取成绿毛虫了吗？那你还要再改成什么？啊？可是我忘记绿毛虫的日文了。嗯，聊天室有吗？是这些吗 ？Wait！ OK。我们在等观众提供。等。绿毛虫。这游戏没有载点啊，这是买的。有了 ，Kia Tabi。有。是圈还是两点？我又忘了。圈啊 ，Kiata P 啊，对 P P Kiata P P 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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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哪里 ？OK K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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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， 还有一个女的 Kiata P 什么？有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 ，Kiata P 这样，然后一个爱心吗？哎。阿内，这是加塔比。你等下要先想好你要拿哪一只御三家。哦，我们等下就会拿到这么多只哦。又有人提供了一只御三家给我，在前两天。哪一只？修复的。我是不是要跟他 PK？ 奇迹交换的时候给你的吗？不是，就是我，就是有观众给我。哪一只啊？因为我这边也准备了几只，那只长得白白的东西，长得白白的御三家，对，白白的水鼠的，
我加慢，很像爆啊，那个啦，水水踏，水水踏，水踏，对，哇哦，哦，你说要进化大剑鬼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耶耶 ，OK 喽，没画面哦 ，OK 喽，没有画面来得及，那光没有画面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啊，上次看到也觉得好可爱，这是超可爱的，哈哈，网纹草，网纹球，水管。用什么、啊？右上、左上、右上、左下。我记得你先 mega， 然后不是右上还是？用龙系，用龙系。龙系随便打就赢了。对啊。都超快的、欸哦。还没 mega 哎、欸。还没 mega 就一级了。噔噔噔噔。咦，四级的呢？然后我拿到那只雅雅，奇迹交换换到的。哦、欸。我可以给你这一只的退化的色尾。这一只。就是对面这只暴龙退化的色尾，它不是化石吗？我有奇迹要交换到它的，不是退化的，不是、啊、不是色尾的退化。你竟然有它的色尾？对啊，你看它多窄，蓝色。我哪有？那也是别人给我的龙系。超可爱。这次是 mega 才是龙系吗？这只 mega 那个七七青鸟 mega 之后是龙跟妖精。哦。局38等了，那剩几只啊？一只。有。他的鼻孔好大。不是鼻孔吧？就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强啊？因为他们都怕龙系啊。全部都怕龙系。对。那他是2次哦，又在跟挑战者挑战，还带龙系来，他又浮起来了。因为他要证明你的实力。嗯。是证明，哎呦 ，mega， 那招我也 mega， 用那个姿势飘在空中真的不科学。两只手往后。哇！哎、欸，他没有手。噔噔噔噔。没有，他是套在他的那个类似肩带的东西的上面。就滑翔翼不是都要握着一个东西吗？哦，嗯，他的手就靠在那上面。结束喽，所以现在要去找戴奥基基斯了。对啊，飞上天空喽！没搞绿毛虫，不就刚刚那个？所以你要先揍死戴奥基基斯吗？还是抓他？上次是意外。希望这次不要再命中要害。吃土吧！但是试着抓抓看，试着如果可以的话。可是我的真没血有点少哎。吃土啊！哇、哦！我也很担心，你还没抓到他，就先被打死了。诶、欸。在，等下你第一个顺序不就是这只吗？啊？你的第一个顺序啊？第一个顺序是他、啊。再来是、啊、再来是真没啊，可是真没的血有点少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帮？这边补个血，你这边不是血满了？没有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耶，跟他打的时候他会先帮我补血，再跟他打，对不对？很蠢。Mega 变成弓箭了，很丑哎，你觉得吗？很像，很奇怪。冷静的一击必杀。这件太空衣怎么带在身上的？那无限大的包包，跟百宝袋一样。你想想，100多个宝贝球可以塞在包包了。Q， 哇哦！贯穿，这样也没有变多小颗啊，掉下去不危险吗？而且，这个动画好久。诶、欸，包包都可以塞脚踏车了，对耶。钢笔形态。Is this Korean? No, we are Taiwanese. Yeah. 触手。哇哦，70等的带到74，80，八十等啊。对啊。上次70等的这家伙直接秒掉他、欸，不太过分。请你有没有？欸，那你不要什么 power？
被放了一个不知道什么 power。哇哦！用什么招才不会不小心打死他呢？左下，飞天，飞天，我往左下看看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被放了防御上升。这看起来有点猛。哇哦！哇哦！完了，这是增加自己攻击的东西，还有速度。怎么办？就不要放你那一招啊！只能喷他了，不要死哦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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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！哇塞！哇塞！这只比上次那只更冷静。真的。他清楚的算准了血量 ，Oh my god！ 来差一个点，我要丢什么球啊？个性应该是聪明，聪明，这样丢什么球好啊？先上晚上吗？啊，你应该没有夜间，先普通宝贝球啊？普通吗？对啊，还是继续羞辱他？你就来个哎，这家伙长得也像虫吗？那继续啊，先不要了，我们先用这个好了，能不要当然是先不要啊，对不对？给我进去，我跟你讲。一下、哦、啊，果然不好抓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先补血才对？这是什么？高速星星提升他的什么防御上升？特防。特防御。好像先补血会比较好、啊。嗯，我觉得如果要打持久战的话，哎、欸，刚好。补血，等一下他如果揍你就完了。不会吧？他就揍。大吉星是什么 mega？ 观众们、啊，在太空丢宝贝球，不会飘走，有道理。他都是加防御跟特防哎、欸，啊，他的血已经这样子还加特攻，修鲁吗？该不会又是网纹球中了吧？这样我的网纹球就是个 bug 哎、欸，狂弹雷，出来了，果然这个几率，哇哦，我中，特攻下降，特攻下降，哇塞，自己特攻下降了。哎，补200的，如果再被打一下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他特攻下降了。补200还补木马呢？观众，观众怎么了？需要他们加持那个吗？补货几率吗？这个打你这这这这。哎、欸，还好，降太多了吧？他太空对啊，他刚特攻不是下降了？大幅下降。大幅哦，我需要补血的。HP 全部回复，有没有回复少一点？观众机50不行，这是什么？20再就200了。那我喝200了。哇，这样好奢侈。拖时间丢时间球。对啊，我刚就说拖时间、啊。对吧、啊？也不是不行，可是我觉得时间球长得有点丑，每次都要丢时间球的话。也好。你看起来红红的，我就用红红的球丢你。叮！不晃哎！又是加防御又来了。他是什么情况下会变换形态啊？形态吗？对啊。他第一次是不是有三种形态吗？四种。对啊。等他特攻。下降到一定的程度，补血，他为什么会补血 ？No， 怎么办？他怎么会补血 ？No， 那先怎么办？啊？用别字来打他吗？对啊。塞，这种时候丢这颗球中的几率是多少？百万分之一，就还是中了。他什么都不攻击啦，他要补血了。又补血，哎、欸，又可以喷他了。他是不是防御上升了？对，喷死他！没错啦，不要死啊！哎、欸，他先的。冷静他。应该不会死吧？他特防不下降，又下降了。特攻。你只要不要命中要害，应该就不会死吧？你啊，有感受了，有感受了。OK。好了，可以慢慢好，可以慢慢好。可是他回血那次有几次啊？有人叫我直接丢大师球哎、欸！
你要怎么浪费啊？哦，好像不行欸，没有办法再打一下。对，怎么办？补血，跟他好先补血哈。大师球，不要，不可以。我们大师球要留着纪念。对。可是没有招可以打他了。再来放什么招好像都，除非等他再补血。嗯。去吧。补血有五次，他只用两次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聪明哦！哎呦，是聪明哦！继续继续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这招剩四次了。没关系，他只能再补两次。你有补 PP 的药吗？有，对耶。补 PP 的药买得到吗？果实也有 哦, 哦，可以再一下，可以再一下。有一个叫做红瓶的果实。哦，如果你路上有捡到的话，喂，哎、欸啊，哇，命中了，命中妖怪，不会吧？快复活他，快复活！天哪、啊，让谁去送死呢？橘，站在太空，麻烦你了，橘。哇，需要你的帮忙啊，需要你帮忙送。那个小瑶回不去耶，怎么办？对耶。对耶，但要机器是吧？但他只是无法战斗，不见得不能飞，有没有？有道理。不知道，冷冻的。好了，帮他回满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带到机器都不攻击？来，然后蛋没了，又回血，竟然又回血。那、啊、我有没有招式可以打你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要死了！啊啊啊！直接被秒哎！靠你了 ，Kiatapi， 补 PP 的药，我有点好奇右下角是什么，可是我不敢乱用，怕用，哎、欸，他补血都用完了 ，Q， 那你飞天是哪一招啊？飞天我怕飞天会不会很痛啊？他加防御了对不对？你试试看，好试试看。好像开始不痛了，哦，因为他特工降太多。哦，他去哪里？哇塞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哇塞，这什么？哇塞，真的是金，真的是金钻石哎！哎，好恐怖！他真的是聪明，他真的超会算血的，他的智商可能超高。刚刚那招也太帅了吧！哦，两下，哎呀，可惜，天哪！小心哦！你现在特防跟防御都是下降的。哎、欸，我不是有一招可以加防还加血，忘记了加攻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他打你不痛。不用怕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修？纪念球。他补血用完了吗？我记得。去吧，纪念球。专属技天龙流星，超帅的。如果真的抓不到。哦哦，但你的绿毛虫还是要留下来。什么东西绿毛虫？嗯，我需要补血吗？感觉他没有办法一发打死我。再抓，只是有可能会被命中要害而已。哎、欸，什么 power？ Hokaku power？ Hokaku 是什么？有没有时间球？有啊，可是我觉得时间球很丑，所以我不太喜欢用。这么尖？好啦，丢一下，该不会一颗就中了吧？海马波鲁 ，Go！ 那以后都要用这颗球来叫他出来。你看，哎、欸，连时间球都蹦开了。这机具这么小，这样的话我有点妥协了，怎么办？海马波鲁 ，Go！ 哇哦哇哦，连挣扎都不挣扎、欸，直接出来。他是没攻击招啦、啊、不会吧？你是说他快要，他连挣都不挣扎了吗？不要这样啊！一下了，不要这样啊！不要，塞，你一定没狂点 A。